你来了？你在我去找哥布林的时候，有没有？嗯，看来你没有想象中那么无用嘛。对了，叫你过来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你尝试闭眼冥想，触摸水晶，可能听起来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感觉。 你感受到的那个空间被称作家园，是由零星漂浮的大陆碎片构成的。伊赞，出来吧！你好啊，我的名字叫做伊赞，是小英的伙伴。你别看伊赞他小小的个子，他可是相当博学的呢。就让伊赞跟着你一起去吧。 让他协助你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哼 <laughs>，不过你连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呼，对了，一赞的本职还是信使哦，我会为你传达小樱的讯息。真乖，那我的小跟班就交给你了。 这里就是属于你的家园了。嗯，不要灰心嘛，就算现在还只有一间破旧不堪的小木这里是一个完全属于你的小天地，你可以。那么，你先自由参观一下，我就在廊桥公。